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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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接下来讲，从这个法集无顿见，迷悟有持集开始啊。心法上面，只要念念之间观察与觉心的人，这个法是没有顿见的，没有说有什么样的力量或有什么样的诀窍，绝对是无。但问肯不肯去学，但问心熟不熟而已。它不是真正离心之外有个东西你好像可以捉持得到的，那是你真正肯于面对，你肯于回光之时，你慢慢熟悉当下，你将来的能够的运用。所以它是没有顿见的，它是没有个什么叫大法见法的。就像刚刚讲的，上节课讲到这个六祖大师跟神秀大师的偈子一样，你知道是顿时，当下顿中你就是见修之时，你明白见修当下，你一定是知道它的根本，那叫知道是顿。所以你明白那个本来无一无处，就是你时时勤拂拭的当下的下手处。你明白那个时时勤拂拭处，就是在本来无一物上做时时勤拂拭的。我把刚刚含那个喉糖还没有吃下。所以这是没有顿见的，但迷悟啊，你才会有持机。什么是迷？迷就是你违背的违，违跟离，违跟离叫做迷。你自己自甘违背于决心，那是离，那是迷。你自己背于决心，那是迷。什么是悟？悟字啊，在中国字象上面就是一个竖心旁。那个书心旁的意思就是你懂得建立当下，建立发心，那个心里面清清楚楚自己当前的发的那个己心，所以从心从无能够成为自己现前的作用现用，那就是无。所以什么时候叫做无？你心熟识当下能成现前的作用，一切应用就是无。应用应用在哪里？应用都应用在一切心中，一切心中当前，你做什么力应用，就做你根本明白一切觉心的心中的根本大明的应用。那大明的应用不是讲的只是一些文字而已，大明的应用你才能够入一切法，大明之中的应用你才能够真正去深入一切法，才能够真的才能够这个成就一切法。所以现在一些法上的一些作用，有的人不知道，他就会说，那师父你只是教我们懂得正念觉醒就好了，难道一切其他的一些法上的一些道理，法上的一些这些缘起什么都不需要知道吗？你现在堕在自己的业感之中，你说要在你自己的业感之中明白什么道理，你自己去思维，你要在你一切的现在的这些差别暧昧的这些智慧里面，你要去想要去懂得什么样的它的缘起，你能懂的都跳不出你的业感。唯有你明白觉心时，但是真正能够明白觉心处，那就是过去古人讲的旁观者清时，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深入一切法，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如何成就一切法，那才叫做一切法大明处，那叫一切法大明处。所以不是说只是叫你们懂得回头认那个觉就好了，而是告诉你们用的真的能够认得那个觉时，你才能够真正从头开始重新反视一切法，重新认识一切法。所以那个叫迷悟有持机，就是你发心的如何才有持机，你愿意自甘于违背，自甘于背离，那就永远叫做迷。你愿意相信自己心性之中本来具有如是功德，念念愿意阐明如是功德，阐明如是信用，那个就叫悟。你不要小看那个心里的声音呢，一切的佛门之中最初下手处都是在哪里？就是经文之中跟古德常教授的善用一切因身做佛事。
你心中发的音声不对，你就会发现你将来在你心系之中长养的一些行为跟认知就不同。小孩子若是读书时，他要是心里面常常有我不行我不会的声音，你就会发现他渐渐他就什么事情对他来讲就是负担，就是沉重。假如他面对他读书时发的声音是再困难我都要去学习，再困难我都要面对，他再碰到再大的难题他都能够迎刃而解。其实那个声音啊，就是最初能够启发你决心，最初它能够成就你现前行为的根本，心性之中的指引。将来成佛，将来学佛法也是如此。你要相信自心之中都具本来的诸佛，十方诸佛的本来的妙明，也就是佛经上常说的，一些众生要相信自己心中具足一切本有的佛性。那个相信的信，就不只是过去我们那些狂妄、自傲的那种心中的那种声音，那个性是一个行者老老实实、按部就班、那个死心塌地的念念的去面对、念念的认知。所以那个性中，你若是有那个声音，你自然就能够在你现前的一切感受里面，你们现前在听师父讲法，也是在一些声音、一些感受里面。可是将来你就会发现，你就能够在一切感受中，你就会慢慢体会你能住在心中最后灵明的那个本来的作用上、信用上面的。但是就是那一念声音，有的人需要用多少因缘，旁边要多少的鼓励，他心中才能够萌芽一点点那种音声。佛门中的弟子，不管你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既然你入到佛门中来，就表示你念念之间愿意对你自己的决心要负如此的责任的人，要真正发心要照见你自己本来面目，能够发如是心的人。所以那个声音，它再也不是只是寄望别人对你的提携，而是不断你要在自己心中心生惭愧。你要相信在一切感受当前，哪个感受现前不是决心，但我为什么只认感受不认觉体？你要明白那个觉体在一切差别之中，它本来从来不二，从来都是一如。但为什么你却在一如不二的这个根本心中的清明担当之中，你却甘心流转于现在差别业感的妄想的种种这些二中的造作？你能在这里不断地为自己去反省，将来你这个声音种子在你心底深处才能够建立成力量，那个最初的力量，那才是你将来无上的功德，那个才会让你在一切法中你都能够明明白白，念念都在法，法在哪里？就在当下，每个感受当下。那个法是在说什么？就是法中就是念念，你要阐明根本的妙明心地，你要清楚认得、认知到，你要住在你的根本清明的灵觉中，你也相信将来你要只要站在如实的妙明心底上，你才能深入一切世间法，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一切世间法。所以现在你刻意在世间法中，你想要图谋，你想要去企图了解，那都是妄想，那都不过是差别业感而已。你若是都发这种心，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顿根人，你就是佛法之中讲的大发大心众生，发修行的大心众生啊，那真的是要顿根人。你若不发这种心，那你会发现你的心地之中就是永远都是那样子，都是永远就是永远都是自己在自己不断的去安慰自己，不断的为自己去解释的人。那这种人呢，永远你不可能见到你的心性。所以下面那讲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惜，就是这种见性的人愚人不可惜。法上既然叫做见性的法门，现在的发心也要跟你见性相应，果中你要证得见性的智慧，因地心中就要看到你有见性的发心。所以这也至于因与果上面一定要清清楚楚。那现在师父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你们将来自己要去反省，每次说要学佛时，每次说要找到自心时，你是不是真的发了那个要见性的决定心，
见性的决定心，要看到现在那念心中的信用，你要明白啊。所以发的那念心也要看到他的信用，要也叫见性。你要看到这一念心的信用明不明白，将来你在一切法中这一念心所念念去成就、念念去熏习的作用上，才叫见性，那才能见性。所以这里面就是不断的训练你怎么样的发明心地，就是真正把那个心啊发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过去佛经之中都是讲发心功德殊胜心，将来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发心。如果是行者一旦发心，那这将来的智慧啊，将来的担当不可限量。但这个发心绝对不是过去你以为的好像只是世间上你总是发了一点慈悲心、一些善心，好像有一些什么行为，不是那种发心啊，都不是那种发心。有的时候假借你人我对待之间，假借你的一些善行，只不过是让你去淡化潜在意识里面的一些我执中的执受。因为我执中的执受太重的时候，你根本连世间善法都不具足了，因为都是我执，任何感受之中只是以我为最重要的，它自然断掉世间善根。但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他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人，他最大的过失在哪里？他最大的过失就是暧昧决心，一直躲在我执之中，一直向下流转。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过了，我执为什么会使他一直流转？就是决心暧昧了，都是我执嘛。你只要念念之间甘心暧昧决心，你就会发现你就不可抗拒，就念念随着我执一直向下去，不断的随起势力。那随起势力只是随起，但是在势力之中你就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去长养它的种种力量。所以那些都是什么？那些将来明白时你才知道，那真的叫虚妄。因为虚妄到什么程度？虚妄到再大的我执势力，你要明白是觉识，一切势力全收啊，一切势力就全收。因为决心现前感受就是我，你站在决心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我是如何从变成下一个我，而下个我又成就种种下个我，那我执之中的不断的呈现你都清楚。但是你知道是决心，所以让它呈现出那叫智慧。在智慧处，虽然我执的种种相貌作用一样宛然在你眼前，那都不叫流转，那只是叫做明白而已，都叫明白而已。所以佛经上才说，你真正证到这念觉体时啊，你会明白一切罪性，最终的信用它就会，你会清楚什么是罪性。为什么清楚？因为心性就是如此。所以也说你将来明白如是觉体时，你也不会去避开那个恶性，恶中的性。假如还有任何法中你要避开，你就不是真的觉体的人。那你说不要避开，那我会明白恶性，那会不流转于恶吗？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站在觉体，你从来不知道觉体其名那个本具的心中的妙明的那种功德故。你要是得，你要是体会到一点，你站在觉体上的其名看一切感觉时，感觉在不在？依旧在。势力在不在？依旧在。但你还是他吗？不是。但你不是他，你还会知道感觉吗？比你以前流转之时还更清楚，那叫旁观者清，会更清楚。不但清楚那个事理，甚至于他还能清楚中间的所有的一切因缘本末、因因果果，他会比你更清楚啊。所以若是这个见性门要自甘堕落，永远不肯回头，潜在意识里面连那个声音都不肯为自己建立的，那就是愚人，那真叫愚人。所以愚人是从哪里自甘堕落成为愚的？就是不肯面对的人。你不肯面对啊，你要知道你不肯面对，不是自堕在愚人的感这个业感中吗？决心啊一样不会亏负于你，因为你给决心的就是自不敢面对的愚昧现象，决心就为你反照成与之愚昧的种种感觉就越来越强。决心永远他不会亏负你，你甘心给决心一个愚昧，他就反照给你，回馈给你愚昧的深层感觉。所以连愚昧在决心上都还不多，但你却甘心抓着这些妄想愚昧
一直流转在凡夫上，像那个业上，才叫可怜可怜，那是真可怜啊。所以说及虽万般，讲说虽然万般，合理还归一，讲的道理虽然万般，目的上叫你懂得要真正发心，认得这念大觉心体，那个心体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的普贤十大愿。你念念在最初开始一定要礼敬诸佛，那个佛字就是你的大觉心体。你在读经之时一定有一时佛在，为什么每部经从如是我闻下面就是一时佛在，就要告诉你读经当前要念念不违背如是决心，你才能够懂得那个文字的。你要不违背这个决心，甚至于在文字之间所有的一切尊者的名字、圣人的名字、菩萨的名字，虽然甚至于他在所在的地方，你都会发现他都与你爱与众生现在的发心相合，就是如此。所以你永远都是在那个心性之中，心性是如此，世间的万法呈现也就是如是，众生在世间万法呈现之中，讲到如是名、如是人、如是地方，但你不知道这些如是名、如是人、如是地方，其实都是你现在心体的表现而已啊！你将来若是熟悉时，甚至于你自己在观察现在的居家、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所有一些亲缘眷属的名字。我们是本来生下来都已经具足了，都已经存在的，关于亲缘眷属名字，你会发现它就跟你的现在的业命，跟你将来发心要成就菩提那念发心，居然有息息相关的指引，绝对有它的指引，只要你维系观察，你要去维系观察啊。所以讲都说，是说都是说种种万般，但是理上，理就是法脉，法脉为理，那永远是一，就是这样导引。也就是《法华经》中讲的，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你要就是要念念念之间阐明如是心地，甚至于你说我要如何在这一生之中不会去辜负这一生为人的这个因缘，人间因缘，你要阐明心地啊。因为你只要阐明心地，你才是真正今生不辜负这一生成就人道的这种因缘，善因缘。你明白心体时，就不是感受的厚重，你只要不是感受的厚重，我刚刚讲的不是感受的厚重，你已经知道它是明白且感受的，但再也不是感受的厚重了。不是感受厚重的人，他一定不是三途，一定不在三途。三途从哪里来？三途大家都知道，都从贪嗔痴中来。贪嗔痴从哪里来？贪嗔痴从根本觉性上就是被觉而来。因为你不认觉了，你只认感受，在感受现前时，你就抓着感受说种种觉，那是最初的贪。所以那个贪字怎么写？从经，从背。经者就是当下，背者就是什么？现在心中所重，所重为背。当下心中所倾重的，那倾斜的倾重的就是贪，那就是贪字。然后在倾重的当的感受之中，你抓持这个感受，以为就是你现在唯一的这个感觉，你捉持于它，所以念念在感受之中，它就会为你营造种种的氛围，营造那种烧燃、那种热度，甚至于营造成你念念之间就捉持此为是真实，就把它当成真实，那种烧燃、那种真实就叫嗔。所以中国字写嗔怎么写？目真为嗔，对吧？你看看以为是真的就是嗔，那种心中的烧燃，然后从此你就在这个感受上面随他说种种知，随他去追逐种种解，那并知为痴，都是迷失在念觉体来的。但要一迷失觉体，贪嗔痴就在，就类似镜子照色之时，你要是不住在镜体上的角度上去看镜色，镜色当前就是举体都在镜上的种种幻化，那就是贪，那个比重就是全然比重就在色上了，那就是贪。然后随着这个色中的变化里面，你就一直受其影响，那就是嗔。在影响之中就从此就妄认如是境界，就是痴。所以贪嗔痴都是这里来的。
所以世间上任何的一切业，这个造业，一切恶法，都是从贪嗔痴中来，贪嗔痴中从如是的氛围之中再牵引，再勾引一切现在我们大家以为的种种行为，种种假象，那为你成就贪嗔痴三毒而已。所以将来你只要知道一点决心，甚至于你不是大彻大悟，但你在一切感受之中，你已经相信那个决心中本来在感受当前的根本清净，这个人师父保任你将来自己今生此生往生以后，你将来必还人间。因为感受最清楚在哪里，就是人间，就是人间。所以一切诸佛在哪里成佛？人间成佛。为什么要在人间成佛？决心若是不能入感受，不叫决心；决心到感受，就若不是圆明时，不叫成佛。决心的最圆满处就是成佛处。所以一切诸佛人间成佛，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你们修行的那念觉体要在哪里，将来才能证得如是大圆满觉？要在感受呈现的最灵敏处。你要清楚，那就是觉体。你都能够应用到那个灵敏处，你就是证得觉体的人。但那个灵敏处，你仔细思维，似乎就有一个现象，它一定是上契诸佛本妙觉性，它下合众生一切悲扬。但是似乎中间它就有一个门槛，你绝对不会越过去一步，你越过去一步就叫堕落，对吧？你要是少一分不叫圆满，越过去一步就叫堕落。所以光这个门槛呢、在华严经中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讲的最为细。你不敢担当那个门槛，你就还不具足如是觉照，不叫成佛。你要是超过了那个门槛，你就叫流浪。文凭呢，在寺庙里面，这也是师父常讲的，在寺庙里面，你进到山门，你进入门槛看的是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表示什么？表示你的世心三昧，表示你的世心的大度。因为世心是什么？就是意识。因为台湾讲世，你们叫识是吧？识心还是识？意识，意识的识，你们是讲意识是吧？意识的，台湾都讲世。所以上次我讲世的时候，有人说不知道我在讲哪个字。为什么那个意识的那个识心它是大度？因为一切感受都是识心所成就的，所以它是大度。它那个微笑表示什么？表示识心之中它本来成就一切法的喜悦，那是根本趁性而起的喜悦。那个识心就是再黑现黑，再白现白，那种心中的大度与喜悦。可是呢，你要越出去山门的门槛呢，你就是凡夫。你想要成佛，你进到那个门槛进来，第一个要先认得那个意识。那同样的，你要想要先进得你心中的这个门槛，你要在哪里去参你的决心？就在你现前的每一个意识体上，就在每一个现前的意识上。你在现前的意识上，是好是坏，是种种感受，是种种感受。你都要去体会，那个其实就是世心之中一心所称量的大度，那个本来就是你世心随缘所现的根本的称性的喜悦。你要在意识上面，你不必去坏种种意识，但你要去认识那个意识之中的本来的面目，那就是什么？那就叫做礼敬弥勒，那就是礼敬弥勒啊。所以你走到山门中来，你也会要了解那个门槛。你少一步不叫世心圆满，你越出去一步那都成凡夫。那个世心啊，最圆满处，你们要是读过佛经啊，因为我看的师父看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是老菩萨了。我所谓的老菩萨不是说你们年纪老啊，因为你们可能有很多也没有我老，那只是参学蛮久了，应该有知道弥勒菩萨的故事嘛，对吧？弥勒菩萨他过去呢好求世民，对吧？好求世间的名字，好求世民。你这念世心不就是好求世民吗？你仔细思维，这念世心好求世民处就是他功德圆满处。
因为它再黑就成黑，再白就成白，它就是成立一切世间名字处，叫好求是名。但是你要是只是堕在世间名字上面，就叫流浪。你要是不肯担当如是好求是名的，你永远也证不得弥勒菩萨的世心三昧。所以以后将来在这念觉心上参也是一样的，一切感觉念念之间，在感受之中，所有的一切名相你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敢去面对它的，不叫认得觉心。你要是在名相之中，你是直向捉持如鱼是相流转的，你是凡夫。我要你名相一法不能够暧昧，需要你不能够随如是名相堕落凡夫，这就是行者的难行跟苦恨处。那是不同一般一般众生念念之间的发心跟用度，但是不同一般的发心用度就是让你们去学习的。你只要念念之间告诉自己，我就是要这样去认知，我就是在这个维系处要去这样观察。你只要肯发这种心，你将来一定心熟。你将来心熟时，每个起心动念处你就能够看得到，你就能住在一切过去圣贤念念相近的时候，那个精进当前用得到的那个发心。你每天起来眼睛见色耳朵闻声，你就会住在觉心中看一切。住在觉心中看一切，那还不叫做大明，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你已经不同的那过去凡夫的这种超越了。所以我常说那个品茗日用啊，好像就有一个偈子，睡眠食物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你们有用过吗？平常在家的时候要用这种，要就是这个品茗日用啊，要把这个偈子啊写在家中家居的环境里面，要随时看到它的时候，就心中要提醒自己当下要用。所以写的那些文字就是提醒，提醒的目的就让你心熟。睡眠食物就是你刚开始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要愿众生。什么叫众生？当愿众生就是每一个感觉现前时就是众生。弟子希望现前在每一个感觉现前时，当愿众生一切智觉。你是用智慧知道感觉，而不是随着感觉所感觉。智慧知道的感觉是从一个知，从一个日。你可以有一切知，但你不能不知道这些知要在日上。日是什么意思？觉日。你的一切知要建立在行者发心的觉照之上，就是智。知要放在觉照上面，它可以成就一切知。知要是忘了那个觉日，那个知就是流浪，那知就是流浪。所以你自己要念念之间去习惯每一个感受现前，你是用觉知在知，那叫智觉，而不是随着感觉所感觉。那叫做超凡，那叫超凡。因为感觉所感觉就是超凡。你不要以为师父讲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你只要愿意去做，你将来就用得到，你将来就用得到。这里点这一边就是有点像类似我们常常以前在这个民间信仰之中啊，常常听到人家什么修仙修道，他可以跳开滚滚红尘。跳不跳开我不知道，但是道家修这念心时，他是真正能跳开滚滚红尘的。那就是什么？他虽然还是世间禅定啊，但是他能看到一切感受吧，感知道他还是那个感受吗？不是，他已经用到那个知了。他虽然用到那个知，但那个知心没有大明，他只是站在这个知中的清净，他可以看见一切感受，但他已经不是那个感受了，叫跳开滚滚红尘。你是可以修到这样子的，你是可以真正心性，像儒家都是讲如是心性的人。儒家啊，很多法中他都要告诉你，心性它本来就是超越一切物质的，它不是只是抓着感受、抓着物觉在那边说种种知的。你要能够明白那个心中的发明处，那叫人心现前，那是担当一切二的。啊，担当一切二就是人，一个人从一个二就是仁爱的人，人心仁者的发心现前处。这才是佛门之中一直不断叫行者，你当下叫修行时你应该有的最初的基础，你应该为自己建立的最初的方向，这叫唯此一事实。那你说怎么样去做呢？每一个法中开始，
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法中，就是每一个念头中，每一个接触中，每一个念头中包括什么？眼睛见色，每一个念头包括耳朵闻声，每一个念头包括现在一切的触摸。你只要愿意在每一天你六根六尘的接触当下，六根六尘的接触当下就是包含你一切法，就是你一切的生活，你都要摄心去体会，就是宗门的那句话，觉得者谁。但你要如何去体会觉得者谁呢？你用到可以用到法华经讲的实如，你要明白那个实如，你会在如是法中你去体会它，就是如是相性，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他讲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你就在观每一个感受之中，它是什么相，它是什么性，它会成就什么力，每一个念头当下它是什么相，它是什么性，它能做什么力，你都这样子去体会。刚开始就是师父讲的，你是最懂得明辨因果的人。当你更能明辨因果的时候，就是能够体会到那个觉心清明的明心现前处。明辨因果，佛门之中教授众生先要明辨因果，但真懂得明辨因果的时候，它不是只是让你知道世间的因因果果而已。现在有很多人知道这些因因果果，拿这些因因果果去常去恐吓自我和恐吓他人。明辨因果的人是要告诉你，将来你突然就在一切业感当前，你是超越一切业感，你是跳出业感，那个心中的清明才叫明辨。所以真的明辨因果的人，他就会知道他已经不是过去堕在因果之中那种暧昧跟沉重了，他才能够像刚刚师父讲的，那叫跳开滚滚红尘。他最初都有这种心里面的超越，那心里面的隔越，那叫出离，这种都还不叫真出离。当然《楞严经》要讲到脱粘呢，那个粘着脱粘，那是讲到更维系处。但是现在你要知道那个粘性啊，你要明白那个粘性。假如你要明辨因果时，你就知道那感受现前的一切因因果果，你会在一切感受明白处，你看到这些过去的因缘。那其实这个粘性还未脱，因为你看到就是业力，你明白业力还看到业力，那还未脱。只是在这个上面，你要是肯于用心的人，将来告诉你，在现前的一切感觉中，在一切你过去熟悉的业感之中，有一念心，它根本清净，它从来不堕感觉里，你才能相信。你不知道那念相信才是你根本修行的无上功德，才是你心中最无上的资粮。因为那念信，那念信就是华严经中讲的实性之中的初性。你信了，你不会怀疑自己没有，你也再也不是世间语言，你也再也不是只是随着我音声文字，随着经文的文字，随着别人的语言在说我有佛性，我有佛性，我也能成佛，不是这么样的粗糙，也不是这么样的卑微，也不是这样的狂傲。那是相信，我只要念念，我相信心中本来具足，我只要念念去阐明，念念去开发，我一定有一天能够开发，能够照见心中本来的作用。这种人的发心跟声音已经不同，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啊，这一句话，烦恼暗宅中一切感受就是烦恼。所以中国字写的烦恼多，写的多明白，火业，业者源头，火是什么？炽热。那你要在哪里看到炽热？你在感觉之中，每个感觉那个浓厚，那个心中那个炽热，你都能够分辨得出来，那就是火业，那就是火源。每一个感受现前都是你炽热处。然后呢，然后再为你说种种心，所以一个竖心旁，然后滋生种种感受，那就是那个恼，就是烦恼。烦恼的暗宅中，为什么说暗？中国祖师用字啊，还有很多时候用的地方不同，你会发现它在数意上面就有指引。那问你数如是意时，就有如是指引。暗它从一个门，从个声音。门是什么？出入相，出入相。你看到你心念之中的念念出入，那就是门。那个音声的音，那个音字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随着缘起的种种声音尘埃。甚至于在这个因字又把它拆开来看，
因怎么看，一个立一个日，在这个出入之中，你抓的那些尘埃又在立种种绝招，那就是暧昧的暗，那个日啊叫绝招，妄立绝招，明明是绝体之中一体的绝名，可是你却在现前绝名随缘之处，你就各安绝招，各面各去追逐绝招，那就是暗。但那个绝招之中，它一定有音声相应，音声的接应啊，所以那个也叫做暗。烦恼暗宅中，以致困顿在那些势力感受里面，那个宅在哪里？那个宅字啊，你将来在觉性上看宅在哪里，你不知道脱烦恼暗宅吗？因为你会发现觉性随缘时，它举体就随缘嘛，就像镜子照射之时举体就成色，镜子照黑之时举体就是黑，照白之时举体就是白。这个镜子的跟镜色的这个比喻啊，这个道理应该跟大家讲过嘛，或者是你们也听过，镜子啊，它不是玻璃，不是铜片，它也不是水面，但是玻璃铜片水面上能够倒映出物像来，它就叫玻璃镜，叫铜镜，叫水镜，对吧？假如这些东西它还没有倒映出种种物像来的时候，你指的那个不是镜哦。所以古德跟你讲说，你不能指物为镜，你不能指的一个器物说它是镜子，它不是。因为指的玻璃它不是，玻璃没有现出形象来的时候，它就不能叫玻璃镜，它就是玻璃。那你要说它玻璃镜，你不是贵重它的玻璃，你是贵重它那个镜性，所以叫玻璃镜。你叫铜镜，你不是只是执着它是铜，你是因为它能够现象，所以叫铜镜。所以讲到镜子时，光讲那个镜就是能够映色出来，映一切万象时，那当下你就知道镜子在哪里，就是色起之处，能起成色之处，能照现色之处，就是镜性显出。所以将来你会发现镜体在哪里，镜体就在色尘现处，可是色尘现处时，整个镜体就成色，哎，就举体成色。所以呢，他能够觉心就是如此，他就能够担当整个觉心都变成感觉，你根本再也找不到觉心，你也不能再找觉心，要是在觉心现感觉时你还能再找个觉心，那就是二觉。那你说那这样子在不能找个觉心，那如何在感觉之中能证得觉心？那种叫做智慧，叫智知，它不是造作。智知就是类似于我讲说，你看到那些镜色就知道是镜体，是你要希望再找一个镜体吗？不用，看到它我就知道是镜体。觉性在哪里？看到感觉就知道是觉。那个是智知，那是你心性纯熟时当下的智慧应用，那是智知。但是没有那个智知时，你会发现你随时处在都是什么烦恼暗宅，因为它具体纯色，它就在那个宅中，就在那个宅地之中。师父费那么多文字，费那么多语言跟你讲的，就是解释那个宅。你不要老是觉得走不出那个烦恼暗宅，你要认得连那个暗宅的那个暗宅都是觉心呐、啊。你只要知道是觉心，念念告诉自己就是觉心，那就叫做一切知觉周顾十方。你将来自然就在这里，你自己的烦恼的势力再强，你都能够慢慢淡化，慢慢走脱出来，因为你认的是觉。将来你走出你的烦恼时，你的烦恼在不在？依旧在。你的势力强不强？依旧在。你根本不必回避它。过去什么业，现在现什么业？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都还要头痛三天，目赤穿足，他要跟你避开吗？根本不必避嘛，因为觉心他从来就在，他根本觉心上面根本不必去避开一切感觉。觉心知道感觉时，觉痛觉不痛都是觉，觉痛觉不痛都是觉。所以过去因缘之中现痛之时，他只是跟你诉说过去的种种本身因缘，但他要避开那种感觉不避，因为他都是觉。所以才说你今生呢，若是你不去学佛，今生在红尘之中种的那些业，果报还自受，你一定要受的。你将来成佛都还要现，还要现如是相。可是现如是相时，你不能说诸佛有受，因为它是觉，觉的受，觉的不受都是觉，你不能说这个觉有受。但你不能说诸佛不明白如是报，
不明白如是业，他一定能如是现，你将来也要如是现。所以要是真能闭觉，你就知道那个烦恼暗宅，那个烦恼暗宅中怎么样去破那个暗宅，常须生慧日啊。你念念在那个暗宅之中，只要把你那个觉体念念去阐明，把你那个智慧的根本的智觉念念在你心中去熟悉，你自然就走出烦恼暗宅，没有一个烦恼可以脱，也没有一个烦恼有方法让你去跳开，绝无是处。你要能够觉得有烦恼可以跳开，能跳开的烦恼将来你就还会跳进来，为什么？因为那就叫轮回，那就是轮回。今天你自心所现的一切现象再也不会去迷惑你自心时，那叫真跳开烦恼，因为他再也不迷惑你，他就现那个现象现前也不会迷惑你。就类似于释迦牟尼佛成佛时，他看到大自在天王现在眼前做种种逼迫，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他其实故事上你可能体会不出来，但是故事的目的就告诉你，自信就是这个现象。再强烈的感受现前时，到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就是什么？那个感受的最初的那个根本事理现前，你都知道什么？那不过都是觉体而已。所以大自在天射的箭自然坠落，那个烦恼的箭、想要伤你的箭自然坠落，你就知道是觉，你根本不必去避开它。一些天女来迷惑你也知道，觉得迷惑的是谁？是觉吗？你根本不去换那个迷惑的相，那个天女那个迷惑的自然消歇。将来你成佛也是这样的，一切感觉都在眼前，但你还会迷惑吗？不会，那你叫成佛。但你不知道那些吗？你清楚，因为你清楚，所以大自在天跟那个天女反过来都叫护法。为什么叫护法？因为清楚，因为叫清楚，它就不是败坏，它就叫护法。所以将来自心之中所起的一切，还要你自心之中为自己面对。那个、为自己面对，就是要常须生慧日。常须生慧日，是要你现在要先发那一念菩提心。先发那一念菩提心，是要你真正现在已经不甘心这一生在人间，这一生再生为人，就是只是这样子浑浑噩噩虚度此生而已。你再也不甘心，因为你相信今生若是不肯虚度，将来生生世世，刚刚师父已经讲了，你要懂得决心的人一定还在人间，到人间来你还是看这念心，你还是在解读这念心，因为过去你就是解读这念心的人，将来业力强者迁，这个业叫善业，所以你回到人间来你一样在解读那念心，只要解读这念心的人，将来生在人间，那在人间之中他必闻佛法，必见道场，他念念之间就看到他那个菩提心，他一定升到人间，一定看得到道场，也能闻得到佛法。因为什么？因为他就在心中所参，他当然能够体会心中的法门。你要明白心中的法门，才是知道一切世间法。你要是不明白，不去阐明你的心性，你说你活在世间，明白一切世间法，那不过都是你自己的差别业感，你抓的那个业感，你以为是全世界那种可怜啊、哦，那种卑微，那种痛，那种可怜，这是要发心的，这是要发大心的啊、哦。所以你看到中国祖师的祖训，他就是念念教你怎么样导引你回家的、哦、年龄再大，我现在60多岁了，再大更要发心啊。人没有说我年纪大了可能学不来，只问你学不学。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一定要学。最末这一期果报之中，最后这几年10年20年，我都愿意去学。我要甘心在这最后这几年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不要说你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能不能开悟，这个先不谈。你发的那念心，就是将来金刚王宝剑，就是你的无上菩提心，我一定要找见决心的这念心，就是你的将来的道种。所以大，你不要说大了我开不了悟，大了能够发明那念心，那念心的赤诚恳切，哪怕是一念，都是无上功德。我所谓的一念，不是说那么多念头只有那一念，我所谓一念就是就最后的只有那一念，最后的什么都放下，只有那一念，那就那一念，
那绝对就是你将来的无上功德，那是你面对将来生生世世业感轮回时的无上金刚王宝剑，哦，你这大家都要发这念心。那当然要发这念心，你要懂得，你要明白道理，对吧？所以佛门之中啊，法师在这边这个讲法目的就是跟大家沟通，要沟通你的发心，要不断的启发你的好药，要不断的启发你甘心为如是生命负责的决定心。你有这念心呢，那就不愧你今生到世间上来叫做佛门弟子，也不叫学佛一场啊，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好，再看下一段。这个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师父还在想，因为我讲的这个教材啊，下次到韶关的时候还是从头开始讲嘛。我觉得好像要在大每一段都会从头，那每一个地方都从头开始讲的话，大概就永远也讲不完，对吧？所以尽量是执事人把前面的录好，下面的到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就照下面接下去讲，对吧？然后他们要是能录好的话，他们小群要是菩萨愿意的话，就先给他们先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先听。然后就下去就不用说在那边再从头再开始讲了啊。所以再看下面这段，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过去你常常听到这句话，我可以把这句话揭露出来，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常常听到这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有的人就妄说，这世间都是佛法啊，只要是去逞现在世间的安乐，这就是要符合现在人世间的种种感觉，那就是佛法，胡扯。所以拿这种话说人间佛教是败坏佛教的这种业力魔说。现在你说佛法在世间，当从世间觉，但讲到的人间佛教都是一直不断放纵自己去符合现在你人间的一切观感一切享受，去解释，去为你去正常化你现在人间的一切的放逸，那什么是佛教？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告诉你在一切世间感觉之中，你能够明白你的觉心当下就在吗？那就是佛法。你站在觉心中看一切法是佛法，你背离如是觉心就是流转，就是人间。这里面没有取舍，没有拣择，没有任何你还在不断的放逸，不断的为自己去做的种种，自己啊就是那种放纵的任何意愿没有，那就是佛法在世间。所以他不会让你去顺应现在世间人的一些感受，他却要你在一切世间人的感受里面，你能明白那个决心吗？你站在决心上看感受，那叫佛法。那你要离开世间的感觉里面找到那个觉体吗？找不到。所以古德讲说你找不到，但是你站在世间的感觉里面，你是抓的感觉说有佛法吗？也不是，抓的感觉就不是佛法。所以真正的人间佛教，祖师讲的人间佛教，是让你在一切人间法中，你要看到你的觉心的当下存在，你要看到你的觉性的清清楚楚，那叫人间佛教。因为既然叫佛教，一定是佛门弟子，不然怎么叫人间佛教？所以你要就在一切世间感受中啊。那一切世间感受，我刚不都讲了吗？你在哪里参？六根六尘参呢？六根六尘不就是一切世间感受吗？它不都是一切世间感受吗？所以你看到这一念感受时，这一念觉体时，他不知道感受吗？知道。但是他知道感受时，他是哪个感受吗？都不是。那个叫出世，出世间，出世间这句话你要听清楚。出世间一定还有世间嘛，一定指的世间说出世嘛，所以一定明白世间。所以当你出世之时，这念不是一切世间的觉体，他不明白一切感受吗？明白，怎么会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叫做觉呢？所以他叫入世，这人才能叫入世。所以入世里面你仔细思维，它是有一个相，什么相？它不是世间人，它能才能叫入。从房间里面你是门外走进来叫做入，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在门里的人，我说你是入世，那才叫做入。所以你入世当下，你一定要知道它从来非世间的清净，你要出世间当下，你要永远知道它就有担当世间的一切智慧。出世是要看到你担当世间的智慧，
入世是让你看到根本不堕世间的清净，那才叫世出世间，世间出世间，那你才能够知道人间佛教。那既然都不离世间，不离世间觉，那意思就觉性在哪里？就在感觉当下嘛，感觉就叫世间觉。你在离开感觉有觉体吗？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离开净色能找到净体吗？不能吧。但是这句话重新再跟你说时，是过去或者一般人认为的那种不离世间觉，就是一打散在世间感觉那种暧昧吗？不是。不离世间觉才是一个行者，他面对觉体时，面对世间感觉时，那心中的决定性，那心中的坦然担当。所以将来你说我们要在哪里熟悉觉体，就过去我们在茅棚啊，是不是以前在茅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不懂得如何这个去用功精进，因为每一个人刚开始进来都不懂的，因为什么叫不懂，心不熟嘛。但是毕竟是出家人，你总要跟着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拿那个水啊，我常住茅棚，出家三十多年，住在山上将近二十多年，所以我也住过终南山，就是严广他们那个陕西长安县的终南山，也住了一年多，对吧？所以是出家才有办法去住终南山的。但那个时候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所以没有在终南山上常住。本来我已经弄好一个小茅棚了。终南山上修行是非常清苦的，非常苦啊，自己还要烧炕，刚开始不会烧炕。烧到自己晚上都没办法往上睡，啊，那个太热了，坐在终南山上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突然有个台湾和尚上山呢，所有的公安单位跟外面的一些这个他们叫长毛子是吧？西安是不是陕西是不是叫长毛子？不知道长毛子盯上我了，啊，那个公安就叫人来通知说，请那个法师赶快下山。长毛子盯上他了，就不得已就下山了，你知道吗？但不得已下山，下山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就这么多年住在山上，但山上你要是用方法去体会那个决心呢，啊？我们当时就是在茅棚里面烧水的时候，就摸冷摸热。刚开始，我当下让自己能觉得能够把心安住下来，就是这个冷热，一手摸冷，一手摸热。就要体会，那我的决心是冷是热，对吧？要是决心是冷，就不知道热；要决心是热，就不知道冷。你要说决心是冷热同时知，那你在摸冷之时，热觉也要在；你摸热之时，冷觉应该也要现前，那又不是。所以你就每天这样摸。其实我这样讲那个过程呢，啊，都不是道理，那个就是熟悉而已。这样摸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突然发现决心。它根本非一切法，但是这个非一切法处是在哪里说的非，你知道吗？是即一切法，即一切法处你才知道它非，在非处你一定能即，这突然于非于即心中有了最初的理体会，我才最初体会到祖师叫我们参这念决心的下手在哪里。再即再非啊，你念念体会，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感觉现前你也知道，你不明白吗？知道。你是他吗？不是。你不是他，你不敢见他吗？都是，眼前的都是感觉。那你还是他吗？不是。你先要有这种心里面的认知，你现有这种认知，啊，都还不叫做成圣成贤，都还是最初而已。但是你这种最初心中的剖析，这种阐明都没有。你将来说要脱年，说什么烦恼来了我怎么走开，烦恼来了我怎么样化解，那我都是愚痴之谈，绝无是处，怎么化解？没有办法化解，对吧？要是问我就会跟他讲，你好好去受那个烦恼吧。跟你讲说要回头照见这念决心，从根本病源中拔起，你不愿意，然后你要说在烦恼上面，我又不愿意欺骗于你，对吧？那就只好好好受吧，受完，对吧？因为万法都是什么，所以一切法都是无常的，烦恼过去了就没有了，烦恼过去就没有了。但是真正那么简单吗？烦恼的心性那种熟悉性都在，因为你熟悉烦恼，将来下一念现前时还是烦恼啊。烦恼可以无常，但那个性你要是熟悉时，那个业性熟悉，你很难断得了。那个业性在哪里断？你不认得觉体，如是性中的妄想根本不可能断，
无因有端。讲这些话是告诉你，你要找到一个究竟啊，你要发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啊，不要还在世间中找那些根本他就是一直在蒙蔽自己、欺骗自己那些声音啊。换一种声音，换一种自己的期许，换一种自己坚定在这个人世间这些年龄之中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将来的善根，为自己种这念善根，你都不辜负此生，你都是真正不辜负佛门。因为将来你就会发现生生世世你都是在如是决心之中出入的，那个在出入中就不是暗了，你门中出入就叫做入法门人啊，见到法门的人，那是真正看到法的人。所以说法在哪里？法就在当下嘛。那当下什么是法？能够得的应用是法，能够照见智慧是法，能够明白现前的一切因缘本末就是法，那都是当下，那都是佛法。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你离开世间的感受说菩提，你找不到的。世间的世，中国字讲这个世的解释就叫交替，交替为世，就世代交替啊，那就是世，交替为世。决心不就是这样交替的吗？决心现前就是世间啊，决心在根本叫觉，到眼就交替给了见，在见就交替给了色，叫色觉，在色就交替给了感受，叫情觉，情想感觉。你会发现决心它可以从你一个动作之中，它可以处处立觉的名字。你过去在这个立觉的名字，意思就叫做向下，也就是上午讲的那个叫什么，做左降流于岭南，就开始在造作之中向下流于岭南。但是将来你要如何在这个向下的势力里面，你要永远证得如是决心，知道吗？你要明白吗？那个向下其实就是决心的作用嘛。那叫做什么？过去在决心中顺下之时叫流浪，将来你在决心之中处处立觉的名字叫做十方诸佛。你在一切感觉之中都认得那念决心，都念念之间要承担礼敬那个决心之中的觉照的功德，哪怕它到最后面的作用在色，色中的色觉你也知道那就是觉照，那就是佛名。你在供养十方诸佛的人，你现在虽然我们身在末法，可是你真正就是做到念念供养十方诸佛的人，是吧？不然在经文之中想说过去生中因为供养十方诸佛在长养这一念功德，那你心想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嘛？我们连一佛都看不到还供养十方诸佛。但是你能够在心性底上，在你现前应用上面，你都能真正供养十方诸佛的人，就真正如同供养十方诸佛的法身，那就是供养十方诸佛法身，你就是这样子供养十方诸佛的，哦，所以不必自弃现在的因缘。现在的因缘尤其是到末法的众生，你若肯于做发最坚定的发心的人，光那念发心你胜过在一切正法当下的行者发心，那念才叫正啊，那想才叫正，不是分别一个正末，不是一个正法末法这种分别，只是提携一切在末法的行者，那一念发心比正法期的发心、菩萨发心还要勇猛啊，那叫还要勇猛。所以离世迷菩提，在交替之中，你想要找到菩提，绝无是处。在感受现前就是菩提，你要去认得菩提。你可能在师父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现在还很茫然，怎么认得是菩提？认得就是你将来心熟识，你就会知道一切感觉，不管在眼叫见，在见叫色，在色都有种种觉的名字，在色叫感觉，叫一直流转，这么样强烈的流转的过程之中，你都知道是觉心的作用。你已经在这么样强烈的众生浩瀚的业海里面，已经看到都是觉心的信用，那个就是《法华经》中常常，《法华经》叫成佛的法门，那个就常常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段话，叫做什么？为一切众生受记作佛，你知道呢？其实就是你的觉照，就是你的觉心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